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COS 的开箱。那我身上穿这件也是 COS 的衣服，几乎也都是绿绿的，所以你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我的东西。但这次的裤子跟上衣，男朋友都有挑到我觉得很好看的款式。你们如果要送男朋友衣服，或者是你要送老公衣服的话，我觉得 COS 的质感还蛮好的，因为虽然它是 H&M 旗下的牌子，但是他们是属于比较高端的，不能说高端，就是它的产品线是比 H&M 还要再高端一点。但我觉得整个质感真的会好蛮多的。然后他们家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没有腰身的，比较不会局限身材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比较宽松的服饰，或是穿起来你很追求舒适感跟它布料的话，我觉得 COS 是蛮好的一个选择。女生的先开始好了。我这次总共买的品项是四样，一件罩衫，然后一件衬衫，一件上衣，一个袜子跟一个耳环。那收到一半一半，就是有我很穿得很刚好很喜欢的，然后也有不小心买太大的，因为他们家的尺寸都是偏大，就例如说你平常是穿 M 的话，你买他们家买 S 就可以了，可是还是要看东西这样。我很喜欢这个绿色，现在画面上看起来它还是有一点浅，它本人的颜色非常的好看，是青草绿的颜色。我来调调看，上衣的话是这一件，它是有一点削肩的，上衣，可是它是偏长的，然后它下摆是有点波浪的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它是比较合身的，你可以把它塞到西装裤里面。这件可能要塞进去，我觉得会比较好看，因为它的版型是比较长的，然后除非你是很扁身的人，你可以直接把它露出来在裤子外面是 OK 的。可是因为我是比较圆身，我的身体比较厚，所以到屁股那边的话，我可能要塞进去它会比较好看。很喜欢它的高领这边，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本人会再更青草绿一点，没有那么的浅。我刚刚有调过颜色，但它颜色好像出来都是这样，我觉得官网颜色还蛮准的。这个只有分两个尺寸，一个是 XS 跟 S 是一个尺寸，然后另外一个尺寸是 M 跟 L 是一个尺寸。我就拿 XS 跟 S 的尺寸，虽然现在是夏天，可是它穿起来我觉得在冷气房我还 OK， 所以可能要看场合。这个版型它有很多颜色，我这次挑这个绿色是我最近其实很想要找好看绿色的上衣，但真的都没有人进。刚刚试穿我也蛮喜欢的，可是有个缺点就是它这边，它的边边这一块，就是我们的这边，我等一下会试穿给你们看。它这边不是贴的。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衬衫真的超好看的。你看它跟我现在整场衣服色调就是一模一样，然后它会再深一点点。然后这件衬衫跟我上次淘宝开箱穿的那件衬衫布料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很喜欢它这种布料的重量，它会有一个垂坠度，因为它有重量，所以它的下摆会很漂亮，它会很自然的垂下来，所以它是比较挺的那种布料，不是比较轻的那种布料。比较轻的话，到下摆就是会有点飘飘的那种，也会有好看的啦。只是我还蛮常穿蓝色那一件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件我也很喜欢。然后它的版型是更像衬衫版型。你可以看它的袖口，它就是衬衫的袖口，然后它的侧面是有开叉的，刚试穿它的开叉是非常好看的，这件我超喜欢的，而且我一定会很常穿，虽然它是长袖的。这件就是我是拿36，就是比我平常还要穿的，我平常上衣如果是比较紧身的，我有时候会买到38，然后因为他们家的尺寸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可以拿比你平常的尺寸还要再小一号。它这件就是比较日式和服的概念，它可以当洋装，然后它够长，然后它有一点棉麻的材质，我不知道你这样近看看不看得到，它有那个纹理，好像看不太到，它有那个纹理，就是麻布的那种材质，所以其实就算它是怎么讲，
它是罩衫，可是它单穿的话它不会热。他们家有个系列是棉麻的系列，然后我觉得台湾非常适合穿棉麻的布料，因为非常的透气，然后非常的凉。它不是那种有腰身，你怎么绑它它都不会有腰身，我刚刚绑过了。穿那种日式的衣服的感觉，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绑的内里，内里会有一个绑的，先绑第一层，然后外面还有再一层，这样你要单穿配裤子都可以。这件我颜色也超爱的，你看一样，但是买的几乎都是绿色调的。我很喜欢买他们家的袜子，因为颜色很可爱，你看是不是很可爱。这个耳环一定要买，超级美，它现场的质感我觉得更好，上面它的这个环挑的颜色也是好看的，不是雾面的，它是亮可是又不是太亮的。这个耳环应该是我现在挑到最喜欢的，我来戴戴看。我原本很担心它的这个珍珠会没有什么质感，可是没想到我觉得它做的蛮好的。这个绿色真的好好看哦，配件唇膏的颜色也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这耳环可以买。男生的不含袜子的话，总共是四件。男朋友也买了袜子，但他们家的袜子底是偏厚的，不是薄的，就踩起来应该是舒服。买了两件裤子跟两件上衣，然后有一件裤子现在已经穿在他身上了，他觉得很舒服，所以他就直接穿着工作。那件就是蛮凉的，然后穿起来，有些台湾男生可能会觉得那件偏短，可是如果你是配长袜穿的话，可能就不会。这件就是男生一般可以接受的长度，它下面有折一折这样子，然后重点是这个颜色啦，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就是很。它是有点水泥蓝、水泥灰、水泥蓝，在台湾穿这个颜色，我觉得看起来也会蛮凉的。就是除了浅色、卡其色，因为卡其色还是要看一下颜色，但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它是这种伸缩的，所以穿起来也是蛮轻松的。然后这件裤子非常的轻，那这件就是一般的 T 恤，他很喜欢买他们家的 T 恤，他们家的 T 恤不会太厚，也不会太薄。就是蛮基本款的，但他们家的棉质都还算舒服的。这件我也很喜欢，然后它这边是可以折一折到两折，它送来的时候它是折两折，所以你可以看你的需求跟手臂长度，就看你要折一折还是两折。折两折看起来男生会看起来比较有精神，它是比较宽版。就是它不是直板，它是有点往外扩张的感觉，所以它这件看起来是比较度假的感觉，不是那么看起来那么有精神。可是因为它这件麻料的版型它是挺的，所以它又不会软绵绵的感觉，所以这件我觉得我蛮喜欢，就是它的布料跟它的颜色。那我现在就来穿女生的给你们看。这次买 COS 算蛮成功，因为第一次在线上买，然后他们是满200块就200块美金就免邮，因为之前都是出国的时候才会买，但因为现在疫情真的没办法出国，所以就是直接在网络上面买。他是有送台湾的，是需要加一点税金，如果是很多人一起买一起分的话是还好。然后今天分享要到这边，这次算买的蛮成功的，因为蛮开心的，就把资讯放在下面，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我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